大家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汤品料理。这道汤品煮法简单，营养均衡，超美味。菜名叫做梅花肉红喜菇汤，那就开始动手制作。这样就完成了超美味的梅花肉红喜菇汤，来享用了。开动。肉片软嫩，汤头鲜甜，很好吃。把这简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你也可以试试这样煮，很好喝。